你搞冰皮，看我今天好玩了吗？行行行，哎，民族新村哦，公园用地的这个动土仪式哦，咱家呢啊为国有财产局甲拨用回来，那过去家是几个眷村，那总面积大概有1.8公顷哦，非常的大，分为三个基地，那上面这个基地是最平坦的，咱未来咱家会设70个这个停车场，50个是奥多麦，70个是机诶汽车哈，那另外空间咱会甲做一个大草坪的概念，方便给囡仔咱家放风吹。还是供他们家哈啊玩泡泡，还是他们家野餐都可以哦。那下面第二个坡道的部分，我们会做成儿童的游憩的设施哦，啊，提供我让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这边游玩哦。那上下卡是咱的这个自洪池哦，做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啊基地哦。那透过安尼经历吼，会使提供我咱的这个乡亲哦，啊，更加好的这个生活空间哦。啊，也把过去这边都是非常脏乱的，也利用这个机会哈，把它整理起来啊，让我们的这个啊市民呢，希望喜欢来我们的这个八卦山，让八卦山的人潮呢。永兴这报告哈，那个我们民主新村整建完成之后哈，会是形成一个哈。哎，大朋友带小朋友可以来游戏的一个场域了哈。是。啊，乡亲来的时候可以就是从我们的八卦山牌楼哈，走我们的挂山路哈，啊，沿着我们中山路二段64巷哈，直接到达我们这个整个民主新村的公园哈。啊，这边我们有准备了50个的停车格哈，还有70个的机车格，哦，来跟我们这个乡亲来使用。